陪吃少年档诶，肉香煎加料。你真美丽，我太欢喜。这个享受美食不忘放送乡间的女孩，不就是？师傅，我们去取经吧。怎么女悟空不去取经，跑来这里吃饭，还频频对西装男送上甜美微笑，逗得西装男心花朵朵开，痴痴望着她傻笑，不忘献殷勤为美丽的她夹菜。接下来还直接坐在女悟空旁边，摇起耳朵聊得很开心。今天是在约会吗？不是，聊公司。啊，周先生怎么称呼？我姓蔡。我今天第一次碰面。哦，啊，怎么认识的、啊？可以说一下。今天是厂商，旁边就是朋友，有没有建议一起先休息一下、啊？哦，所以今天看一下，这两个人有交往的意愿吗？没有了，会有想交往的？怎么会一起吃啊？对，因为刚聊公事啊，聊什么公事啊？假惺惺，假惺惺，做人何必假惺惺？这两个人要一起回家吗？我们要回餐厅啊？送他回去。才刚说要离开，两人莫名其妙又退了回去。蔡先生觉得怡婷怎么样？还不错、啊。蔡先生急着带女悟空出场，哎，不是啦，是送她回家。他却不知道在惊慌个什么劲儿。蔡先生要送你回去吗？走吗？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今天是聊工作，厂商叫我们来聊工作室。对，这是什么厂商啊？厂商，线上游戏。最后，经纪人带着女悟空双双跳上蔡先生的车离去。这蔡先生33岁，据说家族是云嘉南最大板模商，身家上亿，难怪女悟空再冷也要奉送香煎与美腿啦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